Here. Hmm? 那你也不能随随便便就把它烧了，这是柳大哥给我的护身符。你给我沙包干嘛？香的。阿姐，来，我租了辆马车，可以省力气。好。哎，昨日传消息的小竹妖去哪儿了？打发走了。哦。还是个小孩子，胆子又小，没有家人，孤零零的，怪可怜的。你在说？竹妖洞里那只妖，它就是颗笋子。妙妙，你要记住，妖性难测，要小心提防，不能对任何妖动恻隐之心。走吧。阿姐，距离前面的镇子还有半日路程，我们也该歇歇马了。一会儿我和阿瑶一同去猎些野味，大家垫垫肚子再上路。那我去拾柴火。真不吭就站在人家身后，我还以为又遇到妖怪了呢。你拿来。什么？嗯？干嘛？拿来。莫名其妙。现在清爽多了。哎，你怎么把它烧了？香气太重，熏得我头疼。那你也不能随随便便就把它烧了，这是柳大哥给我的护身符，你有没有问过我的意见？你是我徒儿刘飞给你香囊的时候有没有问过我意见？这香囊可是防身的，你现在烧了，我要是以后遇到危险怎么办？我现在就去告诉木瑶姐姐，让她来教训你。怎么怕了？你给我沙包干嘛？香的。不像吗？不像啊。你做的？你是我徒儿，你要带的防身之物自然得是我给的。好吧，那看在你给我新做了一个份上，那就原谅你喽。
你这傻哦，香囊，这个袋子做的也太短了吧，这么难系。啰嗦。不是我啰嗦，这真的太短了。你这。第一次做这个东西，袋子多长我也不确定啊。你将就下不行吗？谢谢喽。哎，不许跟别人说我送你东西啊。回来了，哪儿来的沙包呀？林小姐，新捡的沙包啊。我可什么都没说啊。来，吃果子。妙妙，有你同行真好，我很久都没有看到阿生这么开心过了。你确定他这是开心吗？嗯，我从小看着他长大的，这么多年他第一次有了朋友。来。